我听说了，防守大人有意向等新军练出来后，他就要将我们这些家丁打散，重新编立几少新军，到时候诸位的家丁怕都不属于自己掌控了。没有了这些家丁，我们还算什么？防守大人这样做是要断我们的根啊。齐大人，这是关系到我们生死存亡的大事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此事或许是谣言，我要去向大人证实。如果此事当真，哼，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。我们有这些好兵，天下之大，每处不可去。你们聊得这么热闹，在谈些什么呢？没什么，随便聊聊，随便聊聊。想走，自立门户。他们以为带着几个家丁就能成事了，蠢材，看不清形势，跟着防守大人才是前途不可限量。温大人，如果防守大人真的要改编家丁，您就不担心？老孙啊，区区几个家丁算什么？大人现在正是用人之时，如果被大人接收了，还愁没有兵胆？那些新军哪一队拉出来不比我们那十几个家丁强？老孙，目光要放得长远些。确实，温大人这样一说，我老孙还真是心动。看着大人那几队火冲兵，我真是流口水啊。如果能带一少这样的火冲兵，让我现在死了也是甘心。放心吧，老孙，你会如愿以偿的。接下来几日，顺香堡内不断传出风声，防守大人要改编旧军家丁，将那些家丁打散，新编为一个新军少队。阿呆也听到了这种风声，或许自己裁撤顺香堡所有军官家丁的时机已经到了。好啊，防守大人辛辛苦苦每日给你们吃喝，把你们的兵操练得出众，你们倒好，拍拍屁股就要走人，俺老韩倒要问问你们还有没有恩义之心。大人恩德，来日再报。哎，人各有志，不能强留。徐老哥，我不勉强你们，也希望你们将来有个好的前程。不过我有言在先，你们离开顺香堡后投谁都可以，若是有敢从贼降虏的，我阿呆必诛之。九次七种上等下则军事。这沈世奇真是厉害，成为我们乙队第一个上等军士了。是啊，别看他平日盛气凌人，不过实力还是有的。哼，这一次我一定不会输。很好，沈军士是条汉子。多谢大人。接下来记忆考核，顺湘军左少甲队长枪军士吴征春。准备杀。这吴征春真是跟之前判若两人啊，现在也已经八次七中了，中间就刺偏了一次，太厉害了。快看，他马上要刺最后一次了，这次成功的话就咱们军中第一个上等中等的军士了。九，九次八中，上等中则军事。怎么可能？吴征春这怂货竟然九次八中，怎么会这样？不错，吴征春，你没有让我失望，继续努力。谢大人。顺香堡军中的记忆考核一共进行了三天，最后的结果出来，连长枪兵与火铳兵在内，全军共有25人获得了上等军事的待遇，唯有吴征春一人为上等的中则军事。眼下我们顺香军中只有长枪兵和鸟铳兵，我认为是时候开始组建骑兵了。我准备使用两种骑兵，一种是轻骑兵，肩哨太液不收，披有部分装甲，使用大刀长枪等武器。另外一种是火枪骑兵，配火铳与马刀，御敌下马作战。大人，要训练骑兵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如果只是训练几个哨太液不收还好，要是想训练出几百的骑军，那花费就大了。韩校长，我决定先练出一队的哨太液不收，用于侦测敌情之用。这训练轻骑的任务就交给你了，相关的马匹人选你尽管从军中挑选，要什么花费使用已报与我批准后去林大人那领取。是。温大人、孙百户、韩少长要训练轻骑，可能会选用一些你们队上的军士，到时你们可别舍不得。大人言重了，下官队上的兵还不一样是顺香堡的军士，下官一定会尽力配合韩少长的选用。只是大人，我与孙百户同样是少长，为您带的兵也太少了，不知大人什么时候将我们的兵额补足。眼下顺堡兵口较少，或许过些时日我们顺岛招募流民，可以给你们补足兵额。谢大人。崇祯九年三月，大谷鸡鸣从豫州、顺圣州等地流入保安州，聚集在州城附近。
然而朝中赈恤能力严重不足，各地富户官员也都做事饥民苦寒，赈济的粮食不仅杯水车薪，甚至官吏贪墨完全落不到饥民的手中。大人，州城除了万盛和米店在城外设立粥厂外，其余富商响应寥寥，听闻我们顺香堡在赈济灾民，大批饥民朝我们顺香堡涌来，我们堡内的钱粮也是不多，先前那数百的灾民还好，眼下又来了千人的饥民，下官恐怕可谓大明百姓岂可见死不救，我们堡内也正好缺乏丁口，这些灾民收容起来后，以后开垦荒地边军猎牧都是最好的人口，粮钱紧张，我会想办法的，无论来了多少灾民，我们都要尽量不死一个。大人仁厚，属下等又岂可落于人后，下官便捐出50担米粮用于赈济饥民吧。下官也捐出10担米粮。没想到大明军官中也有这么乐善好施之人。下官也愿出粮赈灾。一个一个来，全部都有，大家排好队。苍天无情，民生多艰，吾辈饱读圣贤书，却不如一个武人，惭愧啊惭愧。确实，一个州城富户众多，却没有几人出来施粥，倒是顺香堡一个乡野僻所反而活民无数，我等却是惭愧。看顺堡下的饥民之众，怕是州境当地的灾民都云集于此了吧。胡先生、江先生，你们又何必自责，这些时日我等奔波劳苦，有目共睹，学生无愧于心。老夫带这些父老乡民谢过戴大人，大人身为武将，却能有此义举，借万千百姓于道悬，州城饱读圣贤书者众，却无一如呆大人，实在是令人感叹。不论文官武将，皆为大明臣子，不论军户民户，都是大明百姓，阿呆身为大明臣子，又岂能坐视百姓苦难见死不救。傅先生，里边请，咱们入堡说话。